十天的基隆城市博览会落幕，这次来回顾一下这十天的展区展览。基隆城市博览会总共规划 A、B、C 三大展区以及 K 副展区。 A 展区以基隆港为核心，国门广场、西二仓库作为城市博览会入口展，引领观展者认识基隆。林开俊洋楼为基隆著名地标鬼屋，近日完成修复并重启，举办光照港湾林开俊洋楼亮起来展览，成为基隆文化新地标。这里是林开俊洋楼，主要就是进来看这边的还没有翻修过的建筑，跟来认识这里的文化还有历史，那欢迎大家来参观。另外，喷水温泉、缤纷炫目的水舞声光秀，吸引许多路过的市民驻足观赏。四大展区高达55个展览，艺术装置及上百场精彩展演，从早到晚的不同观展形式整合，10条限定城博旅游，呈现基隆24小时不断电。B 展区正滨展区包含旧渔会正滨大楼、正滨渔港及和平岛等区域，共有5大艺术展览，3处多元市集，2件夜间光雕展览，包含2022基隆潮艺术，水产是被鱼滋养的海狮圣地，有一种味道在基隆上岸，多元饮食文化展览，眺望大基隆历史场景与西班牙诸圣教堂考古遗址展示。市集则规划有正滨海口味、大基隆市及原民市集。我觉得这个策展还蛮用心的，就是还有很多基隆在地的元素，然后包括在菜单的设计上面也都有结合海洋文化。这个市集就是很符合在地性，然后就是有很有海味，然后就是精选的商家也都是感觉精心挑选过，然后很有在地特色。并于正滨渔港带来夜间光雕秀，邀请旅客来此感受在地魅力，将翻新大家对基隆的印象。Z 展区以海科馆为轴心，至潮境公园，往东到望海巷渔港。本区以听见海洋多元的声音为主轴，以不同乐曲结构代表基隆传统渔村转型的各个阶段，搭配着不同的地景声音，带领民众进入人海关系演进的时间长廊中。市集我觉得整个氛围是还蛮棒的，就搭配这个景色，然后那个市集也都感觉每个都有他自己的那个特色在，对，然后要配合音乐会，我觉得是还蛮棒的一个地方。对，行销也做得还不错，对，然后馆里面的一些生态也是我们看得到的，这样。透过环保概念赋予海洋的示范，倡导环保永续理念。夜晚则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周边海科夜未眠，有光雕秀，感受海科夜未眠之美。K 展区结合修复后首度开放的基隆要塞司令部，串联沙湾历史文化园区，汇聚基隆自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文化精华，也见证近年来城市翻转的重要过程。因为我老婆本身就基隆人，所以我对这边 早期的样貌是有些印象。早期经过就发现这边就只是一个很荒废的地方，然后这次透过城博的机会来到这边，我就发现哇，包含这边的古迹都已经有重新拉皮整修过，然后包含这边的一些设施，然后包含这些沙子啊，还有这些装置艺术，我觉得它都可以让孩子更能够透过这些东西对这边的土地有些连接。所以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推荐大家来。多媒体互动策展为主轴，在教官捐设与司令官邸将规划儿童书局期间限定书店等。多媒体互动策展为主轴，呈现基隆多元文化运地。整座基隆市化身展场，同时还有海上观展体验与夜间光雕展演，让游客从早到晚都能享受基隆独有的山海风情。市长林佑昌表示，基隆城博会与其他县市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会在展期结束之后就归零，大家眼睛所见在城市空间所体验的都会留下来，只有少数在室内的展览会因为空间因素结束，场馆跟公共空间都会有新的策展。最高兴的是透过城市博览会
让基隆人重新找回对这个城市的自信，其余都会成为基隆市城市魅力的一部分。